行李，加急。咱所有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啊！咱大家个同心哈，大家安安哈，大家好哈！今仔真欢喜呢，阁有机会呢，来个遮，甲咱来探讨有关即个教育个即个议题哈！咱差不多点外钟个时间，要针对即个台湾个即个教育来做一寡探讨哈！当然咱下暗呢所做个即有关教育，即是初步一个规划啦哈！我相信在座嘛有真侪对即个教育嘛真内行。诶，东西吼，咱到时当然随时得吼，即拢会当过未来，然后搁较好诶方向，咱做一寡调整吼。咱即是先针对目前诶，咱先规划出一个初步诶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探讨安尼吼。咱今仔日要来讲即个教育改革吼，甲即个施政诶即个理念咧吼。你看麦，跳袂过。有啊，会使哈，反正好啊。迄、那个咱大省咧要来讲到即个教育的部分哈、哦，我想大省咱有两个宣言，可能爱来小可探讨一下哈、哦。我想这是咱目前台湾真欠缺哈、哦，有两个哈、哦，一个就是讲即个世界语言观宣言，佮另外一个是即、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哈、哦。这两个宣言呢？我想伊个精神是非常好吼，但是咱即个台湾呢，较对这呢毋是介重视吼。即个宣言是啥物款个宣言呢？吼，伊个由来是安怎呢？吼，咱简单来小讲一下吼。即两个宣言基本上伊个即个基本个精神就是讲，即个文化个多样性吼，甲即个大自然即个生态多样性呢是共款个，是蛮重要个吼。有人想讲，这文化的这个多样性甲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多样性，它有啥物关系？这个大自然的多样性是啥物物件？譬如讲大自然多样性上普遍的，就是讲，譬如讲咱即摆讲咱地球暖化嘛，地球暖化咧，真侪这个包括这个人文，好，包括这个大自然呢，伊这个气候异常有变化，还是讲这个动物、食物呢？拢豆豆在减少，甚至有要绝种去啊！譬如讲这个最近呢这个欧洲无话讲热，这个非常冷拢结冰结冻呢像这种呢温度这个异常呢当然伊个源头甲这地球暖化有关系吼。除了这结冰这情形之外呢，另外譬如讲像这个北极这呢，这個、北极熊呢数量嘛愈来愈少呢。听讲嘛，剩无几千只，才一千只左右尔咧。即、這个北极熊呢，也是讲即个海鸥，海鸥就是即个鲸鱼呢，也是讲海底，也是讲即个大象，也是讲狮吼巴比等等咧，真侪只个动物，也是讲食物呢，拢强要绝种去啊。即、這个动物也好，食物也好，即大自然即生态若受到破坏，会有啥物问题？有个人想讲即个北极熊死了，甲咱较有啥物地带？还讲即海洋死了，甲咱较有啥物地带？譬如讲前一阵，即个真侪西方人，伫抗议即个日本呢，因拢咧掠海洋，咧掠海洋要食海洋个肉咧，安尼去抗议，还是讲掠即个海底呢，因嘛咧抗议咧，即个动物也好，食物也好，即若是减少，还是讲灭种去，对咱有啥物影响？有人想太要紧，其实影响是真大呢。咱卖讲啥，咱干那讲即个，就是讲，伊影响是真好一方面，有的是甲咱足直接，甲咱人的生存嘛有直接的关系吼。譬如讲呢，像即个蜜蜂就好啊，即个蜜蜂咱毋通看伊讲一只细甲只吼，敢那看伊无气呢，看伊无现呢。但是呢，有人做过即个统计呢，即个咱伫食的即个果子也好呢。树丛也好呢，即开花呢，要结籽吼，一半以上拢是蜜蜂的功劳咧。即个蜜蜂你若迄个消失去的时阵吼，那有一半以上的食物呢，你都无收成啊。你有一半以上的果子，一半以上的菜，你都无收成啊。你食物若减一半以上的时，各位啊，咱即摆全世界讲偌济人口，40-50亿的人口，
哦，七十啊，吼，哦嘿，即摆上新讲已经七十亿个人口啊咧，啊，即个人口你若是要减一半，是要安怎？就差一半人枵死。各位在座的各位有人想要枵死的无？我想无人想要枵死啦。但是呢，你若敢若一个蜜蜂呢，若翘起呢，咱是要减一半咧，待有一半人爱枵死咧，哦，啊。包括我相信咱在座真侪同心，年纪嘛有啊。包括我家己嘛有当时爱食一寡健康食品呢。各位请教各位，恁食健康食品拢是啥物做诶？足侪拢天然诶嘛吼。话譬如讲，为譬如讲即个深海鱼油吼，为即个深海鱼啊咧提炼出来，还是讲为即个食物内底，为咧植物内底呢？吼，为啥物花草内底咧提炼出来？真侪拢是天然诶物件呢。啊，你即个花草，你即个深海鱼呢？你这动物啊，拢死掉去，歹势。恁有，咱有这个健康食品通去食无？都无啊呢，对无？所以这是对咱嘛来讲嘛，足直接的牵界呢。哦，这动物啊死掉，有可能后一个换啦，换咱人类啊呢，换咱人来爱翘起啊嘞。哦，啊，所以像这个北极熊这呢，咱唔通想讲啊，伊甲咱敢若无地带嘞。凡是有一天，咱发现讲，这个北极熊的肝啦、筋啦，还是啥物货呢？会当提炼出这个治疗艾滋病的药啊，哦，但是感觉等到迄一天呢，结果北极熊拢死了去啊，哇，咱无救啊咧，哦，啊，所以呢，这个维护着这个生态，就是讲大自然这个生态多样性呢，这个观念嘛，这嘛愈来愈普遍啦，我相信这嘛真侪人已经拢感觉哦，着伊的重要性吼，啊，同款呢，这个道理呢，嘛是要应用到人文同款啦，哦。在这个人文里面呢，它也是有它的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啊，文化也有它的生态呢，啊，这个生态我们把它破坏去的时候呢，那也是会有败坏的，哦，啊，我们知道每一个文化呢，哦，它背后，哦，所代表的最明确的，哦，就是跟语言最有直接的关系啦，啊，这个美国呢，有两个这个人类学家，哦，Safir跟Wolf呢，哦，因较早呢，啊，伫顶世纪的时阵呢，因是专门做这个印第安人哈，美国印第安呢，诶，这个语言甲文化研究呢，啊，因就提出一个 Safir Wolf 的这个 hypothesis 哦，就是假设呢，哦，伊一个学说呢，伊学说就是讲吼，咱人的语言甲文化呢是足密切的结合做伙，哦，啊，你会用使用什么款的语言呢？你就受到迄个语言背后的这个。思考逻辑甲伊个文化价值观个影响，也就是讲呢，你会使用啥？你使用啥物语言作为你个母语呢？你无形中就受到迄个语言背后个即个文化啊、思想价值观各方面会受到伊个影响啊。啊，这是伊提出来即个 Safir Wolf 个即个假设啊，即个学说啊。啊，即个学说呢，伊是要讲啥呢？啊，就讲你使用无同个语言，你背后呈现出来就是迄、那个。文化啦，哦，譬如讲像咱这个，咱台湾呢，咱是食米的民族，哦，咱有真侪物件，拢是由米咧做出来的。譬如讲，咱有足侪种粿，各位讲好嘛？咱有啥物粿？哦，菜头粿、安木粿、油葱肉丝粿，足侪粿，哦，嘿，碗粿，哦，只要是用米咧做出来，足侪咱拢叫做粿。啊，这伫越南内底呢，越南话内底伊嘛是有这种板呢，越南话吼。因为伊讲共款嘛是食米的民族，所以因足侪物件叫做板，就是粿的意思啦。哦，啊，你若情况即个粿呢，请问碗粿，啊，你若是美国人来，伊要怎讲？英语要怎讲碗粿？嘿啊，你着叫碗粿啊。对，因这是文化的特殊性的产品嘛。哦，所以你着爱甲它叫碗粿尔咧。即种物件你足歹来翻译，吼，这是特殊性的即个文化的产品。哦，啊，过来，咱像讲咱即个，咱食饭、食糜呢，哦，咱有饭甲糜，啊，即糜呢，嘛有粉呢，咱粉啊真油咧，哦，你即糜呢，你若是水较侪、甲水较少的，咱安怎讲？嘿，暗糜啊、甲烤糜呢，哦，咱就足简单，就即两个词就甲分出来，暗糜甲烤糜呢，啊，但是你暗糜甲烤糜英语内底要安怎讲？咱在座敢有人英语较好诶，敢咱敢讲话？暗糜甲烤糜，要安怎用两个词来解释？啊、哦，就真困难啊啦！哈、哦，你可能来解释较久啊咧。啊、哦，所以这就是啥？在咱这个语言内底，会反映着，因为咱是阿美的文化咧。
啊，啊，这种物件其实是大家语言内底、大家民族内底拢有特殊性啦。啊，话咱的语言内底呢，英语无多翻的，嘛同款的，英语内底毛伊咱无多翻的呢。啊，比方像英语内底做者 hamburger、cheeseburger， 吼、啊，啥物 burger， 啊，咱来翻做汉堡啦。啊，比方起司汉堡，啊，还是啥物汉堡，啊。啊，像这种物件呢，啊 ，hamburger， 迄嘛是有美国因的特殊的文化，啊，才有这语言甲伊文化是结合做伙的。哦，啊，你像讲越南呢，越南有一种叫整鼻龙，唔知各位捌食过无？就是鸭颈卵啦。啊，恁敢有人听过？敢有人试过鸭颈卵的有无？有的请举手者。啊，有的人可能有试过啦，吼、啊。啥物是鸭颈卵？就是伊迄鸭卵吼，一般咱敢若像爱孵三十几公开。佮孵出来嘛，啊伊才孵二十天，吼、哦，孵到一半的时阵呢，伊就摕来煮啊，沙沙的料呢，敢若袂输茶叶蛋同款，吼、哦，或者是穿的这个，这个皮蛋同款呢，伊沙沙的料，得温胡椒粉盐，吼、哦，啊得来食，啊这越南人最爱食的，因食这个鸭颈卵就亲像咱去食茶叶卵、茶米卵啦，吼、哦，也是讲食这个皮蛋同款的，足普遍的，但是一般哦，咱台湾人大多数十个内底有九个唔敢食，嘿，对，啊，所以一般呢，因为咱无迄个文化，所以咱就上面也唔敢食。上面拄开始你听到鸭颈卵，你可能想啊，鸭颈卵一般人咱想讲，哎，卵都还袂孵出来，是要哪食？哦，嘛感觉足奇怪嘞，哦，啊，所以呢，伊这个文化甲语言其实伊是真密切的一个关系的存在，哦。啊，这个，哦，伊这个萨菲亚沃夫呢，哦，伊就提出讲语言甲文化非常重要。啊，你使用什么语言呢？你就受迄个语言背后的思考逻辑，甲伊个文化价值观，会来受到影响。啊，啊，咱拄则讲个只一例呢，咱搁来想讲吼，譬如讲，若有一天呢，即个，譬如讲，先问各位好啊，电子钱，譬如我要互你钱吼，我用 email 寄钱互你。啊，各位捌用过 email 寄钱个人，请举手者，有无？啊，嘛足少，啊，转账搁无共哦。啊，你看。有的人就无啥知影吼，转账还转账，但是 email 寄一迄电子钱呢，譬如讲你伫即个 PayPal 吼，还是讲伫 Yahoo 的即个电子钱包内底呢，嘿，电子钱呢，伊透过 email 就当送互你，啊，类似即种，你若足侪人毋捌用过呢，常常听到这个事，你可能嘛毋知影，伊背后迄个社会文化你无了解啊，吼，迄个经过一定的即个学习的过程呢，你才会当阁吸收到哦，原来电子钱是安尼，啊。啊，个譬如讲，咱去个非洲某一个国家，哦，确实讲迄个所在，迄个砖头咧，真落伍，哦，也无电，啊也无电脑，哦，啊这个也无电话，啊咱去遐讲吼，要甲买一只鸡啊呢，啊个咱讲要用信用卡甲付，哦，伊想，啊信用卡是啥物件？伊可能含信用卡这个概念嘛听无咧，哦，啊所以讲你若像迄个语言，伊背后迄个概念，迄个文化，你就会嘛会有啦。啊、哦！啊，这就是萨菲亚沃夫呢，伊所讲的哈、哦，基本上就是讲语言甲文化呢是真密切来结合做伙的啊、哦。啊，这个每一个语言也反映着迄个所在文化，啊，每一个所在伊的特殊文化嘛，反映着伫伊的这个语言内底啊。啊，所以伊这个文化呢，甲咱这个大族呢，基本上嘛是共款的。咱若维持着伊的多样性的时阵，对咱是有好无排害。啊，咱即摆阁举一个较具体的例，吼、哦，譬如讲，咱拢讲啊，多文化，啊、哦，文化多样性，吼、哦，较好，啊是安怎好？哎，咱举一寡较具体的例来了解看卖咧啦，吼、哦。咱即摆全台湾，全世界呢，差不多将近200个国家啦，吼、哦。啊，你若讲每一个国家拢有一种传统的饮料咧，吼、哦，每一个国家有一种传统的饮料。啊，咱台湾，各位，咱会敬啥？台湾，咱会敬啥？茶啊、哦，譬如讲冬瓜茶啊、哦，还是青草茶啊，无、哦、咱先敬冬瓜茶好啊。啊，啊，你若美国咧，美国咱来敬啥？啊、哦，可乐啦、哦，我想足侪人拢是敬可乐啊，可乐哈。诶，啊，这个越南咧，越南吼、哦，越南嘛有茶嘿，啊，因这几年较有名的是越南咖啡啊，嘛、哦、做了真好哈、哦。啊，日本咧，日本咱会想着啥？哦，绿茶吼、哦，嘿好。啊，咱即摆将近200个国家咧，那每一个国家拢有一种的这个饮料啦，吼、哦。啊，你若讲伫过去互相无往来的时阵吼、
咱一世人敢若啉冬瓜茶尔咧，啊，美国人一世人嘛敢若啉可乐尔，哦，但是咱若是有一个正常、一个好诶、有即个公平诶、一个双向诶交流诶状况之下呢，诶，咱互通有无咧？啊，咱甲咱诶冬瓜茶甲出口去其他国家，啊，甲其他国家诶传统饮料进口来咱台湾，那安尼时阵呢，咱本来干一种诶饮料，即卖咱变几种？诶，咱着两百种诶选择啊咧。哦，咱过去啊一种诶选择啦，但是咱即卖呢，那是伫公平诶交流之下呢，咱着变两百种诶选择咧，安尼是较好啊，较歹。嘿啊，当然嘛是较好咧，但是呢，咱嘛爱注意呢，咱拄来讲吼，迄爱是伫公平啊、哦、互相交流诶状态之下咧，啊，若是无公平，譬如讲，诶，咱诶囡仔吼，感觉讲，哦，啊，这苦难介死行啦，啊，咱来啉苦难就好，啊，这冬瓜茶吼，这啊流苦苦诶，靠你啉。无咱卖啉啊啦，放弃咱家己个传统个饮料，哦，啊，干呐吸收，干呐引进着即个可乐。啊，日本人个少年人啊，少年人伊嘛感觉讲可乐较好啉，咱着甲引进，安尼来放弃家己个传统饮料。结果你若安尼来个时阵，全世界呾剩啥？剩可乐一种尔嘞，安尼是较好较歹，是较歹嘞。哦，啊，所以这是爱做注意，着是安尼吼，着包括着语言甲文化嘛，共款。譬如讲咱即摆讲。我对这个语言呢，咱讲英语足重要，日语足重要，吼、哦，其他的外语足重要，吼、哦，尤其是英语的，咱讲哦，这国际语言吼、哦、真重要，咱来学习无唔对。但是咱本土的语言有重要无？嘛足重要呢。咱若敢顾前无顾后，顾着英语无顾着咱本土的台湾的这个原住民也好，客家也好，还是讲台语也好呢，这个本土语言咱若无顾起来时，就亲像拄只安尼，咱敢。保留苦啦，啊，结果咱个冬瓜茶算拢无去，安尼是损失呢，哦，啊，所以同款，咱即卖呢，真侪人拢无去注意，干呐讲，哦，即国际语言，咱个拼命去学，啊，结果家己个传统个语言煞无去，安尼后盖全世界变成啦，剩一种语言尔嘞，就剩英语尔嘞，哦，啊，你啊剩一种英语个时阵呢，对咱较好啊，较歹。各位在座，恁英语有比美国人较好讲无？无啦。我伫美国读册读六冬，我着承认我讲个英语绝对有腔口，吼、哦、啊！人一听就知影你个国人个，讲袂赢美国人啦，吼、哦、啊！咱要赢伊着爱啥？咱台湾个语言才会赢，吼、哦！用原住民话、用客话，还是用台语，用爱来赢伊啊！但是咱即摆吼有一个较大个问题，就是少年辈吼、哦，甚至有当时啊台语佫讲输国人个，嘿嘿，真正有可能啦。哦，真正，恁甲注意看，我较早有一个法国来留学生吼，来阮遐读硕士，即摆毕业转去啊，即摆咧，迄个转去法国啊吼，伊来三个月尔，台语就讲啊写写叫，上台报告用台语报告啊，三个月尔哦，真正无骗的哦，迄学伫阮迄个研究所上课，伊三个月了报告就用台语啊，啊，你台湾学生要叫伊报告用台语哦，伫遐皮皮出啦，讲唔敢用台语报告啦。哦，啊，所以咱即摆爱较惊，就是讲吼，诶，咱家己台湾人吼，台湾的语言煞讲输外国人，安尼就惨咧，吼、哦。好，啊，咱翻头转来，哦，咱要讲这两个双言，哦，真重要，就是安尼吼，就是讲，这个文化呢，甲大自然同款，伊的这个生态多样性嘛是爱受到保护，哦，咱的语言，咱的文化，哦，伊的多样性嘛是爱受到保护，哦，你若是全世界剩一种的价值观的时阵，无较好呢。啊、哦，就像我全世界村一种动物尔，迄是无较好个，对咱人是无好个吼。啊，这两个双言呢非常重要吼、哦。我想这是咱未来啊，伫教育这部分吼，爱加强个一个部分吼、哦。啊，咱来看卖咧吼，然后这个双言内底有讲啥吼？啊，咱因为这真长吼，咱甲简单举几条啊例吼，各位来了解吼。唔知各位敢有？摕到讲义，啊无印吼，啊可能因为我前届有复印吼，要紧即个恁若有需要吼，看我只 email 互恁啊，可能即届袂去印到迄款，啊，因若无详，我详细有附伫迄个讲义后壁，迄个有即个附录吼。不过即若各位若袂恁通上网络去 Google 一下就有啊吼，咱有甲迄个台语版吼，拢有甲做出来吼，啊咱来先来。了解看觅咧吼，就讲世界语言观吼，譬如讲咧，伊第二啊七条内底，吼、哦，伊就讲着吼，伊讲所有个语言社群咧，吼、哦，拢有资格咧，
来教育伊个成员，互因会当得到甲家己个文化传统有关系语言个知识吼。譬如讲，作为因社区定定伫用个遐文学吼，甲因个一寡圣言吼，着一寡俗语啦，是讲一寡即个言语等等即吼。过来第二啊八条，吼伊讲咧，所有个语言社群咧，拢有资格来教育因个成员，互因会当彻底了解家己个文化传统。什么款的文化传统？历史啦、地理啦、文学啦，甲其他的文化的标定啊、哦，甚至会当延伸到学习其他因想要了解的这文化哦。这是第二十八条，就是咱爱对家己的历史啦、文化啦、哦、文学啦，这样呢，咱有权利来受教育、来了解。啊，这拢是过去呢，啊、哦，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呢，占咱台湾六十几冬以后，一直要甲咱剥削的，哦。再来第二十九条，吼，伊讲着讲，人人咧，拢有资格用家己所住的区域的特定的通行的语言咧，来接受教育，吼、哦，啊，这是啥物意思？譬如讲，我若住伫客人庄，客人较侪，譬如讲米农，啊、哦，米农咧，哎、欸，咱有权利用合法、用客话来受教育啊，而且这个客话受教，唔是讲一礼拜互你一节安尼尔咧，是你有权利要求阮我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拢提供我用客话来上课，来上物理化学，来上文学，来上数学，是爱有安尼呢？咱有这个权利呢？安尼也是伫这个原住民部落，譬如讲你伫台语的部落，吼、哦，也是讲伫这个绑扎，也是讲阿密斯的部落内底呢，你有权利用家己的族群的语言来作为你学校正式的教学语言啊！啊、哦，这是真内底啊，伊。有讲到的，哦，伊详细搁较济吼，内底拢有讲到吼，但是呢，咱过去拢无啊，哦，伊现处时有诶是干呐，一礼拜一节小学啊尔，好、哦，咱现处时呢，啊，这嘛是差不多为两千年开始呢，即十冬来才有诶尔，一礼拜一节，一节是几分钟？四十分钟，小学啊内底有四十分钟尔，啊，一节了过就无啊，啊，啊，你迄节呢，就干呐会当上。上母语尔，哦，啊，你若其他数学呢，哦，还是讲其他课呢，你都拢用北京话来上啊，啊，这是咱剥削着咱的权利呢。这个去年休乱吼，我拄好去这个马来西亚遐做调查吼，啊，迄个遐呢，我发现讲吼，因这个马来西亚吼，因的人口嘛差不多几千万人吼，加咱一寡呢吼，啊，主要是马来人，吼，马来人为主吼，其中呢，因嘛华人呐。华人差不多占五六百万人吼，差不多占一成外的人口尔，吼，无两成吼，因为这华人人口才五六百万人。虽然伊的人口真少哦，华人的人口真少，而且因的官方语言是这个马来话吼，但是呢，因马来西亚咱唔通看伊普普，人想哇，这东南亚国家看起来那些无啥水准的款吼，但是呢，人伫这个教育这部分哦，因用温。马来西亚华人呢，会当用中文设学校呢，因遐中文学校，小学吼用中文教课的小学有一千，敢那一千三百几间啊，啊我若无记唔对，一千三百几间，纯粹用华语来教学的小学哦，啊那中学的嘛有百几间呢，吼等于有千几间的小学，吼啊个百几间的中学呢，是完全用阮因会当用中文来上课呢。啊，咱台湾敢有？咱台湾讲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国家，结果咱敢有？咱有任何一间会当用客语、用原住民的话，还是用台语来上课的无？无呢？哦，一礼拜干好你一节尔呢？啊，一节呢有正经教，无正经教，嘿，阁真大个问题呢。啊、哦，话拢阁较少去，少去做其他的用途去咧。哦，啊，所以你看。即、这个人马来西亚的会当用阮因会当有千几间的中文小学，哦，啊咱台湾竟然无咧，啊这就是啥？啊，一方面咱家己嘛爱检讨啊，咱台湾人吼、哦、对家己的母语无坚持啊，啊一方面是即个外来政权，甲即个教育权甲落条条，一直无爱互咱有即个教育权，哦，好，啊所以呢，即即几点呢，各位有哪趣味吼，会当即？网络小 Google 是，也是讲有摕到我这讲义呢，后壁当阁看吼，详细真详细，诶，这个诶，咱的相关的一个管理吼。
咱台湾即卖呢，咱拄来讲着，就讲人马来西亚做会到，吼、哦，啊，咱台湾是安怎做袂到？当然，即个长期以来受到啊、哦、外来统治有关系啦，吼、哦。啊，咱即卖即个情形着亲像即个过去的越南嘛是安尼呢，啊、哦，咱嘛毋通看越南瀑布呢，啊、哦，越南呢，因过去呢嘛一段真久长的时间去予中国统治，啊、哦。啊，这个越南呢，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陈仲金呢，哦，伊呢，伊算是越南近代吼第一个用越南的书官，吼、哦，就是、用越南人家己的书官，啊，佫来用越南话，用越南的罗马字来书写越南的历史的一个历史学家，吼、哦，叫陈仲金。啊，伊就有一本真有名的册，叫做《这个越南史录》。啊，史录吼，越南史录吼，就是这个一本越南历史的册吼。啊，伫这个大话头内底呢，伊就讲到吼，讲到过去呢，中国人统治越南迄段期间吼，伊讲吼，无论吼，唔管大人囡仔呢，啥物人去读册呢，拢干那学中国历史啦，啊，无要学本国历史啊，啊，写诗、写赋、写文章，嘛拢爱根据中国的古典。哦，啊，对本国的代志拢无要提起，哦，啊，伊家己的越南人咧，甲家己的本国历史当作无重要，哦，感觉讲啊，知影遐无路用，诶，这个情，这种情景咧，甲咱即个代完全一模一样，哦，咱过去你看，这个外来政权中国党咧来了，你看，读历史拢叫你学中国史尔咧，啊，台湾史有互你学无？非常少的篇幅啦，哦，啊，伫少少篇幅内底，若有呢，拢是中国观点啦。哦，啊，文学啦、语言啦、地理嘛，拢是非常少，拢是学中国个尔。啊，即个过去呢，中国统治越南个时，完全是一模一样个。但是咱即摆越南已经独立建国啊，啊，咱台湾呢，哎，哦，啊，咱即个像这呢，啊，咱越南为虾米即摆成做一个正常个一个国家？哎，人伫要阁予法国统治。哦、甚至后来伫1945年呢，迄当时呢，伊还袂正式独立，吼、哦，还袂正式建国进程呢，诶，人对着即个因家己的语言也好，文化也好，吼、哦，文学啊呢，都拢有感悟啊。包括譬如讲像即个越南的即个顶因的国父啦，吼、哦，胡志明先生呢，诶，因迄当时还袂建国进程，胡志明家己嘛伫教即个越南罗马字呢。就是伊嘛是要复兴伊家己越南话，因为伫法国统治之下呢，因是爱用法国话，哦，啊伫搁较古早中国统治时，因爱用汉字，哦，啊所以因也未建国成功进程呢，因就感觉讲到即个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啊，就非常坚持啊，哦，啊像这呢是差不多1945年呢，哦，迄当时二次大战结束了的时阵呢，哦，诶因咧拍游击队的时阵呢，诶因嘛是利用浪棒有用的时阵呢。吼、哦，穿囥个边啊，伊嘛是伫遐学即个越南罗马字，吼、哦，就是讲，越南话要哪读要哪写，伊嘛是要甲学起来，吼、哦，利用浪棒在去学咧，吼、哦，啊，这是因较早的即个报纸，吼、哦，啊，像这嘛是越南独立报，吼、哦，所以人越南呢，因会当今仔日当建国成功呢，就是人有真坚持的意志啊、哦，我想这部分嘛是咱应该爱来学习的，吼、哦。啊，咱台湾呢，其实讲咱拢知影，咱是一个多语言啊，啊多族群、多文化的一个海洋的一个社会哈、啊。但是因为古长以来呢，就是、受到这个中国党的这个殖民统治，意思讲咱今仔日教育呢是摆卡的教育啦。好、啊，那用这个书面的话来讲吼，这是摆卡的教育。安那讲咱即卖教育是摆卡的教育呢？吼、啊，就干那教好你啊，好啦，你会当去读。读册吼，但是你读册拢是干呐读迄种较技术性的册尔呢，政治法律的呢，就尽量无爱互你读呢。哦，所以你啊看，啊国民党呢，因拢定做遐摆就讲，哦啊咱台湾哦有啥物科学园区啦，哦啊煞毋知有只拢技术性的人才尔咧，啊技术性的人才对伊的政权都无较无啥物排害咧，而且会当趁钱吼伊的政权咧。但是你啊对着政治法律的呢，伊就无遐简单啊，就无爱互你凊彩读啊咧，哦。啊，所以呢，咱这个教育，咱即嘛是摆脚的教育。啊，咱未来咱教育，就是要让咱变成健全的啦，两只脚拢会行的，吼、哦，袂当阁是做这个摆脚教育，咱是爱健全的一个教育，吼、
啊，这是所以咱这个未来，咱这个教育哈，真重要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讲要哪甲过去，像咱拄仔讲的，讲咱这个拜开教育哈，无重视着本土的语言也好，文化也好，历史也好，文化也好，这部分的本土的部分，咱爱来甲加强。我想这是咱真重要的一部分哈。啊，再来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咱这卖全球化的时代啊，譬如讲像咱这卖，咱台湾嘛有真侪这新移民的啊。各位，咱即摆新移民的人口偌济？各位知影无？啊、哦，将近嘿四五十万嘿，强要比原住民较济啊！哈、哦、啊，新移民内底上济是对一国个，嘿，支那吼，支那上济，嘿，支那国偌济？你知道？将近三十万，将近三十万，哦，所以爱说伊哦，吼、哦，后盖吼、哦。所以你看，你即摆凊彩去路边摊食卤肉饭，食只面食吼，你着听着无同个腔口，迄足济拢是中国来，有诶是假来食，啊无有诶可能是来遮咧拍工个吼。正式假来将近三十万，啊基础是越南人吼，越南人差将近十万个吼，啊过来着是其他东南亚各国个遮个国家吼。啊伫真内底，当然你若是像讲越南啦、菲律宾啦、印尼啦，遮个国家来台湾吼，基本上。在迄个国家认同上，较无啥物大问题啦。哦，啊，当然你若中国个这，咱就不便讲啊。哈、哦，中国个这吼、哦，各位家己去感受就知啊。哈、哦，因来因个因为啥物款个作业个态度是安尼，我想各位拢会正着机会拄着哈。这吼，各位家己去了解。啊，不过呢，就是讲，安尼讲，咱全球化了呢，就是讲这個新移民呢，这个议题嘛是咱未来足重视个。就是讲，你这个新移民若来，你若总真正是欢喜甘愿，哈、哦，啊要正做咱。台湾未来一个新的主人，啊，你嘛愿意吼？即、哦這个承担着即个义务啦，吼、哦、也好，啊关系也好呢，吼、哦，但、就是你的权利义务呢，你拢有要达成的时，我想咱这嘛是真好的，一个机会啦，吼、哦。譬如讲像这美国会这么强，就是伊嘛是会当包容着真侪新移民，吼、哦，真侪好的人才当去，啊，当然这就是爱。有条件性的吼，你若讲来遮无认同本土的运动，这咱就无欢迎的啊，所以基本上咱对着这个新移民这部分，我想这嘛是咱未来教育这部分可能爱特别嘛爱好好啊来处理的一个部分吼。啊，以上这是先针对着讲咱未来这个，着讲咱未来教育呢，咱要用吼初步一个概念啊，啊，咱较具体的这个理念甲目标吼，咱即卖着来讨论一下吼。那基本上，咱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吼，就是咱无分到性别啊、党派、族群、阶级啊、年纪啊，还是这个宗教啊，还是讲这个庄稼都市啊，还是讲这身心发展的啊，会无同吼。这部分我想咱袂当有这个差异啊。所有国民的这个教育权呢，拢爱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吼，这是咱基本的理念哈。啊，咱的这个教育目标吼，咱初步啊列出来是安尼吼，大概有几个吼。大生当然就是咱主要讲的，就是讲对着这本土的认同啊，咱培养着认同台湾，以身为台湾人为光的为光荣的一个新的国民吼、啊，这是咱的目标之一吼。过、啊、来就是讲培养着这个国民伊的这个人文的精神啊，加素养呢，通传承加发扬咱台湾的这个本土的文化啊。就讲咱对着本土过去，咱予人即个无受着重视，吼，也是讲予排除掉的，即咱拢爱捡倒来吼。啊，过来就是讲培养着具备即个独立思考，啊，加即个民主素养，啊，佮有法治观念的即个现代公民，啊，即个独立思考，啊，即非常重要。哦，咱过去呢，咱的教育，咱主要讲迄摆脚的教育，啊，啊，骂人讲迄是啥，迄饲猪的教育啦，哦，就敢若像迄猪共款饲你。像个肥肥，我叫个推推安尼就好啊！啊，你若免思考咧，哦，人叫你嘴开开，敢若袂输个大猪公诶，吼、哦，叫你嘴开开，甲你灌喷落，你着甲吞落就好啊咧。我想咱未来，咱个公民应该毋是安尼，咱是希望是会当有独立思考，啊、哦，爱有民主诶素养，啊、哦，爱有即个法治诶观念，啊、哦，我想这是咱未来的一个真重要一个教育目标之一哈、哦。啊，过来就是即、這个培养着即个尊重着即个文化诶差异。哦，甲欣赏文化多样性的这个海洋的国民，哈、哦，就讲无同的文化，啊、哦，无同的这个文化的差异呢，
我想这卖用排斥的，吼、哦、啊，咱这是互相尊重嘛，啊，即嘛，譬如讲像越南人，哎，伊来甲咱台湾的时阵，哎，伊若对咱本土有认同，要成做咱的新的台湾的一主人之一的时阵，咱嘛真欢迎啊，啊，伊嘛当甲真好的物件炸转来啊，哦，甚至未来，咱若要对抗中国的时阵，咱嘛当联合。然后越南做伙来对抗咧，哦，这嘛是有好个一面咧，哦，啊，所以就讲，咱这个无同个文化个差异，吼、哦，譬如讲情况因越南，哎，伊嘛甲因个真好个一挂，譬如讲美式个文化，啊、哦，譬如讲像即几年，我相信足侪人就会看到，哎，真侪所在拢有即个越南个小食店、越南小吃店，哦、啊，来上普遍个，譬如讲粉、河粉，哈、哦，越南个河粉，还是讲即个越南个即个面，哈、哦，因个越南个润饼啦，较细条。啊，话是用钱的，话是现这个青的哈、哦，啊，所以像这哎、欸，这嘛真好啊，丰富着咱台湾的这食物的文化嘞哈、哦，啊，所以尊重文化的差异哈，甲、哦、欣赏文化多样性，海洋国家，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目标哈、哦。啊，再来培养这个具备全球的视野，甲关心全球化议题的这个世界公民哈、哦，就是讲即卖这个。地球吼、哦，世界各国的这距离愈来愈小，吼、哦，啊，这个全球化的一挂议题，吼、哦，包括咱拄仔讲的，譬如暖化啦，吼、哦，全球暖化啦，吼、哦，还是讲这个人权啊，好，性别的议题啊，好，等等嘞，真侪这个议题呢，哎，咱嘛是拢爱来注意，吼、哦，我想这嘛是咱的教育的这个目标之一，吼、哦，啊，再来提升国民的这个素质，甲增加国家的这个竞争力，吼、哦，我想这嘛是真重要，吼、哦。啊，过来注意注重着这个受教者哈，伊、哦、的这个个别的差异啊，啊，佮激发着伊的潜能哈，激发伊的潜能哈、哦，这嘛是真重要哈。得、哦、注意着这每一个学生伊无同的这个差异啊、哦。啊，过来强健着这学生的这个体魄哈，佮、哦、这个人格发展哦。以上呢，这是咱一个初步规划一个教育一个目标哈。过、哦、来，咱要谈的就是讲较具体。好、哦，咱拄则讲，迄拢是较抽象的物件，吼、哦，较抽象的物件。啊，咱到底是要哪做？未来要哪来实现？吼、哦，啊，咱即摆有初步啊规划是安尼啦，吼、哦。啊，当然，即未来拢是咱阁做一寡调整，吼、哦。啊，大生咧，咱啥重要的就是第一，就是爱强化着台湾语文、历史、地理、甲文化的即个国民的教育。哦，即就是咱拄则讲的，即个本土化过去迄种。打压也好，去用排斥也好，这部分的咱拢爱加强、加纠正来吼。啊，这部分内底呢，譬如讲，那台湾语文的话，人想讲，哎、欸，啊，台湾语文到底是会写字还袂写字？哦，啊，我讲规世人的台语，啊，也毋知影要哪写咧，也毋捌看过台语的册啦。啊，像我讲规世人的合法客话，哦，啊，毋知安用写咧，啊、哦，毋知影要哪写咧，哦，啊，为什么安尼？迄是外来政权剥削着咱个母语教育权个关系啦。百外当前，咱个祖先都有人用台语、用客语咧写，嘛用原住民话写啊。甚至台湾上早是原住民个话咧写，用迄、那个吼、哦、新港文呢，吼、哦、新港文也好，也是讲客家甲咱迄嘛有呢。诶，颠倒三百当前有，啊，即卖煞当无去咧。吼、哦、啊，为虾米安尼？因为外来政权甲咱剥削着咱个母语教育权吼。哦所以像咱即摆看啊，即个相片呢，啊，即就是进前新港文吼，即、這个马太福音啊，即是在1661年的时阵呢，拄啊荷兰人战败迄一冬，啊，才出来的即个马太福音，内底有荷兰文，啊，佮用希腊语话语，相异来对食吼，啊，伫即进前，伫差不多1636年的时阵，啊。迄个时阵，荷兰人就伫台湾设即个学校啊，哦，啊，伫即个学校内底，伊嘛教你用罗马语来写即个编部族的话咧，啊，所以真早以前就有啊。虽然讲尾啊较可惜，就遮诶语言甲文字拢要断种去啊，啊，但是呢，甲近代现处是嘛阁有呢，啊，进前即个政治大学原住民中心呢，伊嘛编一套即个43种语族诶原住民的教材出来咧。啊，基本的遐书写，基本上遐嘛拢有规范出来啊，啊，要写嘛拢无问题，甚至圣经啊，嘛拢有啊，啊，所以基本上这部分是拢无问题哈、啊，就讲原住民的部分的要书写无啥问题，啊，过来台语的部分更加无问题，
吼、哦，像咱即摆看咧，即马迄个台湾府城教会本咧，就是即个1985年台湾第一份的即个报纸呢，就用台语写，用台语的马字来写。吼、哦，即咱传统叫白话字，或者是教会的马字。啊，即呢，即摆嘛阁有人伫用啊。过来客话，客话嘛有呢。啊、哦，像最近新版的即个客家圣经，哦，嘛阁要出版啊咧。哦，所以客家圣经规本嘛是用客家写，拢无啥物问题啊。哦，啊，所以呢，像即个台语也好，客家也好，原住民的语言也好呢，书写拢无问题。啊，像这是最近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委托生态，我这边来编哦，甲出版出来，吼、哦，就是甲过去呢。百外当前的台湾，即个咱拄仔看迄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呢，啊，佮有其他相关的早前的即个杂志也好、刊物也好、册也好呢，为遐佮佮选录、选一寡较有文学性的文章出来，啊、哦，咱又佮出做一版、一套吼、一套五本，诶，即个白话字的文学选集，吼、哦，简单讲，即个作品大概拢是100当前，大多数拢是100当前，咱的祖先。的出版过诶作品，啊，咱甲收录出来吼、哦。有即、這个，比如讲散文啊、诗歌、小说、剧本啊，啊，搁翻译个，啊，搁即个文化论述啊，像这呢，这是最近咱拄出版出来吼、哦。啊，所以呢，基本上呢，要书写拢无啥物大问题啊。即、哦、卖重点就是讲，啊，咱有要实行无？咱在讲教育上，咱若真正要去教个时阵，基本上是无问题吼、哦。啊，咱即卖即个。啊，语文这部分吼、哦，咱未来是要哪处理？有人讲，哇、啊，咱台湾吼，遐尼侪种语言，啊，原住民也有客家，也有台语，哦，啊，也有华语，也有英语，啊，遐尼侪到底是要哪来规划较好势吼、哦？咱初步规划是安尼啦，吼、哦，就讲、是、咱未来呢，伫学校内底吼，咱会分吼、哦，第一是即个台湾本土的语文，啊，另外一个是国际的语文，吼、哦。啊！伫本土语文内底呢，啊，咱会主修甲副修各一项啦，吼、啊，就是讲咱台湾本土语文，吼、啊，第一种是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语言，吼、啊，各族的语言，吼、啊，啊，再来客语、台语，吼、啊，这三大类呢，你啊拣一项，原则上就以你家己的母语为主啦，啊，譬如讲你若讲合法的呢，你就拣客话嘛，啊，你若讲即个台语呢，吼、啊，还是讲即个台湾的，吼、啊，还是讲原住某一族的语言，你着拣你的母语作为你的主修的语言哈。啊，过来你爱拣一个副修，副修就是讲你会当根据你家己的需求。譬如讲，阮兜的我讲台语啊，但是阮兜的嘛多客人增吼，多客人嘛较侪，安尼是咱着拣客语作为副修嘛。哦，也是讲阮兜多好住伫啊，即、這个。原住民的部落，某一族的部落内底呢，咱可能以迄个为主啊。就你当根据你家己的需求去辅修一个语言哈。啊，这个主修当然就是伊，就是你上主要的哈、啊，就是包括你上物理化学、上数学，你得当用你家己主修的语言来上呢。哦、啊，啊辅修就是你个经另外一个哈、啊。啊，有的人可能想啊，这是不是会哦，真大的负担？放心。袂有啥物负担哈，即、這个咱举一个例子，像我拄只讲着吼，去年我去即个马来西亚呢去做调查，啊马来西亚遐华人吼，各位若拄好有较早读册，然后熟悉着即个马来西亚来侨生吼，恁甲注意甲回想，遐马来西亚来侨生，平均册每一个拢会讲五六种语言，马来话会通，英语嘛会通，吼啊福建话嘛会通，广东话嘛会通，客话嘛会通。平均超五六种的语言呐，啊，为什么安尼？因环境的造成的啊，哦，因为马来话是因的国语嘛，啊，英语嘛是因的无同族群之间的通用语言的，所以马来话一定嘛会啊，英语嘛会啊，啊，过来，伊那是福建人啊，福建话伊嘛会啊，啊，伊厝边，哦，伊可能有客人，有广东人，所以马拢超会晓啦，哦，啊，当然，可能迄个古里的程度无完全同款啦，但至少要听拢无啥物问题啦。哦，啊，所以呢，咱未嘛是同款吼，就是讲上主要的呢，本土语文你主修当然你爱学了上好，但、就是你家己的母语爱上好讲，听讲读写拢爱上好。啊，你若副修当然就当无要求遐济啦，哦，
你咱要求较基础，至少上无听有就是啊。啊，过来，即个除了本土语文之外呢，啊，咱有即个国际语文哈。啊，国际语文内底呢，啊，当然咱即个英语这部分呢，咱啊爱必修啦，吼，就是讲英语的部分呢爱必修哈。啊，过来嘛，同款啊，复修另外一个语言。啊，有人讲哦，那敢未修未了？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啊，包括即卖就好啊，即卖真侪学校吼，真侪大学嘛咧推第二外语，不只是大学哦，含高中因正咧推第二外语啊。哦，啊，这是无法度的法度吼，因为现处时呢，上加咱毋是美国人，吼，啊，所以呢，这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呢，剩的国家吼，拢算你若要增加家己的这个竞争力吼，你就是爱加学一寡语言啦。哦，啊，所以呢。啊，除了英语之外呢，你嘛还佫有其他的即个第二个外语啊、哦。比如像即摆，像阮去年呢，阮有办即、這个伫新台，阮有办即、這个台乐之星吼、哦，台语歌甲越南语歌的 PK 赛，吼、哦，就是针对即个越南新移民，还佫有台湾人呢，啊，咱要做文化交流，所以咱就办一个活动，啊、哦，叫即个台乐之星吼、哦，第一届即个台语歌甲越南语歌 PK 赛呢。啊，内底是要求台湾人爱唱越南话的歌，啊，越南人爱唱台语歌。哦，当然我想在座可能无人会唱越南话的歌啦，吼。但迄当时呢，阮有一组来比赛呢，来唱越南话的歌呢，伊是高中的学生尔，有三个高中学生。啊，我讲，哎、欸，啊，恁太阳越南话歌，伊讲因伫校修第二个外语啦，按着修越南话啊。哦，所以你看，即个高中嘛第二外语呢，啊，所以这是基本的趋势，一个趋势啊，吼。啊，所以合合的顶呢，未来咱若读到大学的时阵可能要学四种的语言。啊，四种这基本上无啥，咱拄则讲的马来西亚就用五种啊，咱四种俩无算啥，无算济啦吼。啊，我有的人讲，哦，安尼是毋是增加负担？放心，咱拄则吼是用马来西亚做实际的，但咱即摆搁要讲理论，伫理论上嘛袂造成啥物太大的负担啦吼。咱即摆就简单。来讲一下，这是就这个语言习得、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甲讲时阵吼，基本上袂有啥物负担吼。咱即来看一下吼，因为这咱来浓缩做两三分钟就讲好了。啊，基本上因为这语言习得这是那学校开课拢是开一学期的课吼，所以咱浓缩了较浓缩吼。简单讲呢，就是讲咱过去呢，各位回想一下，你当初是安怎学语言的？你的母语？吼、哦，还是啊，是讲华语、英语，你是安怎学起来？当初是你安怎学语言的？啊，咱过去足侪人讲啊，语言啊，得模仿啊，得模仿嘛。老爸老母讲一句，你就对讲一句；啊，啥物人你听人讲一句，你就讲一句。模仿学，我想这是大多数人伊认为的这语言的学习是安尼哈。但是这种的讲法，敢有道理？有合理啊无？模仿学哈，伫这几年来看咧，这个讲法已经较落后啊，较落伍啊啊。用语言呢，基本上唔是用模仿的，哦、啊，有人啊，那唔是模仿，啊，无是安怎？无咱即马翻头过来讲，啊，那是模仿呢，是，啊、哦，那是模仿啊，就是会造成咱过去讲的会有学习的负担啦。哦，你学足侪种的语言，就造成足侪负担。哦，这是过去传统的这个诶模仿说呢，伊就伊模仿说讲话就讲啊，咱人就亲像一台录音机同款呢。咱听了一句话就甲录起来，听了一句话就录起来，啊，要用的时阵才找迄句啊，是 play 才甲放出来。但是这拢成慢啊啦。这咱袂输讲吼，你若用安尼录的时阵，你若袂输讲啊，你去家乐福吼，讲要伊咧家乐福呢，伊迄衫啦、食的、穿的、用的拢淡淡做伙，伊无分类啦，拢等伫遐。啊，你若要买的时阵，你才遐变。各位，你敢找有？伊若迄几万件、几十万件的物件拢甲淡淡做伙，你敢找出来？真恶啦，真困难，一定是分类啊、哦！啊，所以咱语言呢，基本上唔是讲像录音带安尼录，啊，那唔是无，伊是安怎学起来？哦，这就是语言习得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嘛。啊，要讲语言习得进程，咱先讲 Noam Chomsky 是美国一个真有名的语言学家哈，伊、哦、提出一个转换生成的句法，北京话叫做转换生成语法啦。哦，啊，咱台语话翻作转换生成的句法。啊，啥物叫做转换生成的句法？转换生成语法，伊个概念是安尼吼。咱即摆看即句话吼，
咱下面这是用罗马字写吼，伊讲阿明伫灶卡偷偷食冷机机的夹冰吼，这是罗马字写吼，用台语罗马字写。啊，即句呢，咱过去若讲语言习得，不，那语言模仿说，伊就讲啊，你听即句好，搁记起来。啊，你若是要阿明叫做阿峰呢，吼、哦，你就搁甲阿峰伫灶卡偷偷食冷机机的冰，搁甲记起来。你来记两句啊，你来浪费两句迄、那个空间来欠这个语言吼，但是呢，总是伊个转换生吼，句法是安尼吼。当伊画这是迄个句法的树啊，哈，句法树哈，啊，这是这句法的公式哈，啊，这個、概念是安怎呢？就是讲，咱再看哈，伊这个小块走去哈，只要讲这句是安尼长长的哈，因为我这个 PowerPoint 的版本介无同哈，所以小块走进去，嘛紧就是讲哈，伊这个。伊提出来转换成两句来讲吼，咱人的语句呢，毋是安尼一句一句安尼叮当叮当当安尼咧记咧。伊是安怎呢？譬如讲吼，比如阿明，咱若要改做阿峰，改做即个阿文，改做阿忠，你只要把即个语序呢，甲换掉。譬如讲你换五个语序，吼，啊，过来，伫灶卡呢，伫房间呢，伫教室呢，伫倒位呢，你若换五个语序，好，你。五个，安尼你当换几句？55，等下换25句话咧。过来，即、這个灶偷偷食冷机机的鸡仔冰吼，即、這个偷偷伊即个偷偷呢，你若即、這个食啦吼，即走去。你即个食呢，你若甲改做啉啦、吸啦、呼啦，会使袂？迄无同个意思啊吼。即、這个动词你若甲改一个，若甲改5个咧？安尼变几下？55，搁55，变125咧。啊，过来你这个鸡仔冰咧，你若搁甲换一下，换肉粽，换碗粿，吼、哦，换鳝鱼意面，吼、哦，会使袂？会使啊。安尼你就变偌济啊？625。也就是讲咧，总是伊个伊个转了身啦。句话就讲，咱人咧，其实毋是一句一句伫欠遐话句，是安怎？伊是干呐记这個公式就好啊。即个公式当然就是甲简化起来吼，甲简化就是讲，伊即个公式若记起来，伊只要通带进去就好啊，就像数学共款。吼、哦，你只要记20个基数，你看只要20个基数，但即20个基数伊个排列组合、排列组合，你通生摊出几句话出来？625句啊。吼、哦，啊你即个语句，你即个基数，你通去换较济呢？咱五个迄是基类尔，你通换10个、20个、30个啊。你若30个就30个四次方，啊用30个五次方。定义是啥？无限大呢，无限大呢，啊、哦！所以呢，转化生态句话就讲，咱人呢其实是头壳内底你有的是啥？是这公式啦，这公式。啊，你正要用的时阵呢，你再把这语数呢那个套落，安尼弹出来啊！好、哦，唔是讲一句一句在记啦，一句一句记迄袂赴啊！啊、哦、啊！所以将是呢，伊提出这个转化生态句话了，哦，这滴。美国的这个语言教学、语言习得这个领域内底有非常大的突破，完全推翻过去的这个语言学习的迄种讲法，啊、哦，有较大的改变。啊，除了这之外呢，包括即卖人咧讲这个人工智慧，啊、哦，比如讲这个机械自动翻译等等这些概念呢，伊的基础拢是为这来的，就是讲你只要有法度甲台语的公式、英语的公式、日语的公式，拢甲算个好势的时阵呢。啊，这公式要哪套，啊，要哪转换，都拢做会出来。所以这是人工智慧伊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就为遮来吼。好，啊，所以这个那只要这个将是安尼概念发展出来，这个语言习得呢，有几个重点吼，这各个会当做一个参考吼。第一个就是讲，咱人天生的伫头壳内底，就有这语言的公式啊。这天生人就有这头壳，就是这个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底啊，啊。啊，这个公式呢，你若出世的时阵吼，互伊伫某一种语言的环境内底呢，伊就甲迄个语言用的这个公式甲保留起来，啊，啊，若是用袂到的呢，伊就甲淡掉，这足重要哦，啊，因为咱过去拢是讲，咱人学习语言就是一张白纸，一台录音机嘛，空白录音机，啊，要甲你听了一句录起来，听了一句录起来，但是有一天，伊这录音带落满啊。所以咱就感觉讲，迄个满，啊，过来会负担。但是，若为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呢，是咱人本来就有迄个公式啊，咱不是另外去学的，啊、哦，是咱细汉咱那个
有环境让他的保留起来，所以他是因为他是保留的，所以没负担。会负担是什么情形？是你把他弹掉去了，你小孩没保留，等到你大孩的时候呢，要再学习，你就要把那些公式扣回来，要扣回来时你就要了一些困难，所以你就会觉得哦皮没穿，你就会觉得很痛的，那就是小孩的时候没把握，你把那些公式弹掉去了、哦、所以这是非常就是讲，伊个尾啊结果是同款，但是伊个即个一开始是完全无同个，啊，这是非常大个无同个一个观念吼。啊，即个单调是个公式，你若要扣转来，就造成负担。啊，即就是啥呢？譬如讲吼，譬如讲，咱手头即个物件，即个鸟屎啊呢，即个物件，咱若甲单去粪扫桶，我真随单单要阁扣会转来，啊那。等一天呢，反正伊就为这粪扫桶搁提了楼开粪扫桶啊。你若等一礼拜，有可能粪扫车车走去啊。哦，啊你若等一冬，等两冬，可能要找回来了，较困难啦。哦，啊所以就是讲，你若等了愈久呢，你这语言的公式要扣回来呢，会加较困难啦。啊，迄困难就是你爱较拍拼学，哦，会加较困难哦。啊，咱若是用较大众用语来讲，就是讲，愈早学愈好啦。哦，你若看有一挂语言的补习班吼，拢甲你，尤其迄幼稚园的、双语的补习班迄种的吼，伊常常甲你强调讲，哦，愈早学愈好。当然啦，某种的角度来讲咧，语言是愈早学愈好啦。哦，就讲，那就讲实际来讲，就你趁伊公司还袂断掉的时阵咧，互伊保留起来，你只要互伊环境，伊就保留落来。譬如讲，你想要互你的囡仔会讲英语，你只要互伊一出世有英语的环境的时阵咧。伊英语用的这个公式，就拢会留落来。伊足自然，就会晓英语。但是你若等到读册啊，哦，啊种等到一定的年纪了呢，较要学英语，就较困难啦。譬如讲像咱这个年纪，我相信过去大多数拢是国中，哦，还是讲小学才开始学英语的，哦。所以因为你已经淡掉几档啊，你若国中一年的，就已经淡掉十二档去啊。你淡掉十二档要学，就相对较慢啦。啊，你若是淡掉三十档，会阁愈学。啊，你等了五十档，阁愈惨，哦，啊，所以这就是一般咱来讲，为什么愈少年伊学这个语言会愈好，啊、哦，原因就是像张书记所讲的吼、哦，你无用到的就是单调，啊，你要单调要个扣档啊，就造成负担，啊、哦，啊，所以你若是细汉的，互伊环境的时阵，基本上无问题啦，好、哦，你互伊三语、四语、五语拢无问题，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人？是伊较巧，还是安怎？其实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伊细汉有迄环境，所以自然就用五六种的语言啦。啊、哦，原因是伫安尼啊。啊，你若总讲细汉无环境，大汉较要学的时，当然就较困难啦。啊、哦，啊，这内底呢，搁一个哈、哦，就是讲，你一细汉呢，若总有把语言的公式甲保留起来，啊，中午呢，万不五音呢，因为去读册了呢，去个校呢，啊、哦，受着校教育，拢讲北京话。算我把自己的母语都放不下去，像这种呢，未来他如果要扣回来会比较简单。啊，你如果小孩都没给他环境，小孩只教北京话而已，等到他大孩要学台语，要学客语，就较学了啦。哦，啊，就是说你小孩甘愿呢，他有台语的环境，但是他中那些东西未来要扣会比较简单。这就咱袂输讲，咱这个物件呢，咱无甲单调，咱甲藏伫仓库里，等到有一天要用，搁摕出来。哦，即个甲搬搬的就好啊。哦，即、这个惊人的物件甲背背呢，你着搁会用一下。但是你若甲单调去呢，要捡倒来，爱了较侪困难啦。哦，啊，这是即个语言习着伊个基本的即个理论吼、哦。啊，过来呢，咱来举一下例子吼。啊，搁伊拄只讲着迄个，有一点无讲着吼。啊，啊，过来，咱人的头壳呢是分区伫欠语言的。哦，就是咱个头壳就甲即个电脑同款，伊毋是所有物件拢个参参藏做，伊会分区来欠。哦，啊，咱即个呢来举一个例吼、哦，这是报纸吼、哦，这是真正个报纸吼、哦，这个当前个报纸，伊报个吼，伊、哦、报即个台东呢有一个卢凯族个即个原住民个青年呢、哦。啊，咱知影台东遐呢基本上嘛是多族群个所在吼，台语、客语、原住民个语言呢拢有混合个所在呢。啊，即、这个原住民青年呢。伊有一天为楼梯顶跌落来，伫做事的时候，楼梯遐跌落来，爱磕着头。啊，伊本地吼人也好好的时阵吼，
平时拢讲迄个卢凯族的话，但哭着头了呢，煞单卢凯族的袂晓讲，煞变讲台语啊。嘿，这报纸报出来哦，啊，为什么安尼呢？有人讲奇怪，太遐奇怪呢？啊，明明着平时无咧讲台语，太向人讲的。其实呢，迄就是安那，就是讲因为伊遐有环境嘛，所以基本上伊平时台语嘛是会晓，客语嘛是啊，只是讲伊较惯是讲卢凯族的话，但是伊哭着头了呢。刷到可能哭到这个，伊咧欠卢凯族的话，迄个所在啦，所以部分的脑受伤，就像咱印碟呢，迄电脑印碟，当时迄磁轨歹去啊，啊你某一个磁轨歹，你迄个磁轨物件，你着安怎？遐资料就无去啊，我嘛捌安尼过呢，就讲别个所在资料阁有，但是迄个磁轨歹，遐你着找无资料，啊所以伊可能就哭到这卢凯族的话，伊咧哭哈，所以卢凯族的话咱袂晓，啊这个为这个。甲咱启示啥咧？有互咱着啥物款个启示？就是讲吼，咱加学一寡语言是好个啦。万不过有一天你头壳哪去出车祸，还是哭着吼，你阁有优美个语言。吼，咱赛车嘛是要优美练啊，啊咱嘛是要优美个语言啊。你若敢样北京话吼，啊万一若哭着，你着变 A 狗啊。啊，你若样加台语，会样加客语，阁原住民话43种，你也拢会晓吼。你拢拢免烦恼，你会当哭。哭50届拢无要紧，哦，啊，这是虽然讲笑罔讲笑，但是是有科学的根据的哦，吼，这毋是无影的哦，吼，所以就讲咱加学寡语言，这嘛是有好处，所以这就是啥，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伊的好处之一，哦，这是真正的哦，啊，再来，咱拄则讲的是针对语言的部分，吼，就是讲基本上未来，吼，你若读到大学的时阵，本土的语言爱2种。国际语言嘛，两种，有4种，啊，这基本上这是嘛是伊即卖世界潮流啦，吼，啊，这基本上啊嘛未造成啥物太大的负担，吼，啊，啊，过来除了语言的部分呢，咱其他呢，譬如讲历史、地理，哎，这嘛是爱加强，哦，特别是这个历史，哦，这个部分啊，过去咱对台湾的历史无了解，包括我以前对台湾历史嘛无了解嘞，哦。啊，这个台湾的历史地理呢，咱未来呢，就是为台湾做中心啊，大大扩大到日本啊、美国啊、世界各国的这个诶历史地理哈。啊，这个、中国史内底呢，伊应该未来列做世界史就好啊。啊，中国的这部分当作世界一部分就好啊。啊，就亲像讲咱要了解这个罗西亚、了解欧洲同款嘛。哈、啊，中国是世界其中一部分安尼哈。啊，过来文化的科目呢，咱未来呢。台湾的文化嘛爱介绍，啊，过去咱拢在学啥物？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啦，迄拢无需要。啊，未来咱台湾咱这个文化的科目呢，咱爱为原住民者开始，先介绍咱原住民的这无同族群的文化，过来台语的族群、客家的族群，啊，啊，过来包括日本啊、美国，啊，中国，迄算是其中一部分的，哈，啊，过来咱这新移民伊的母国文化，咱嘛爱小可介绍一下，譬如越南啦。泰国啦、印尼啦、菲律宾啊，这新移民，伊嘛算是咱的新的台湾的一个新的主人哦，所以因这文化咱嘛当列起来哈。啊，落尾呢，咱再介绍其他甲咱较无遐直接关系遐国家的文化哈，这是未来安尼一个做法吼。过来，咱第二个这个未来规划哦，较具体的工作事项就是设立台湾语文的推行的委员会哈。啊，为什么咱要设这个呢？就是讲。咱过去对着台湾语文吼，非常的欠缺，的教育非常欠缺吼。啊，咱需要一个委员会专门，就是在做这个、换这个相关的事务啊，做一个统筹的工作。啊，若无变散爷爷啊，虽然不虽然的吼。啊，咱这个台湾语文推行委员会，咱目前呢有初步先规划，未来应该爱做的吼，大省就是爱制定这个语言平等甲发展法啊。语言平等甲发展吼，啊，这就是咱根据联合国啊，这个、世界文化都应是宣言，啊，佮有这个世界语言观宣言，咱应该爱制定咱国内这个语言平等甲发展，吼、啊，就是讲咱的原住民、咱的客家、咱的台语呢，应该有平等的发展的机会吼、啊。啊，佮来第二个是伫现处是咱有这个原住民台、客家台之外呢，未来咱嘛应该有需要加一个台语的这个电视台吼。啊啊，过来伫国会甲议会内底呢，咱有即个同步的翻译，啊，这是真重要。即个概念吼，甲目前来讲呢，拢也无吼。啊，有人讲啊，何必着遐麻烦？
哦，第一，这有精神的向顶，啊，也有实际需要啦。精神的向顶就是讲，咱原住民啊，好客家好，伊若踮国会，要用，比如讲要用台谚族的台谚的话来甲你咨询，会使无？会使啊，伊有迄权利啊。啊，你袂当讲啊，你讲迄话我听无啊，啊听无你翻译就好啊嘛。哦，所以咱尤其伫国会内底呢，应该爱保障着啦，就是讲你要用。达悟的，要用阿密斯的，要用邦扎的，要用啥物？完全族群的语言，用台语、用客语，拢无要紧，因为这拢是咱台湾本土的语言呐。咱精神上应该爱给鼓励。啊，过来，除了精神向顶的意义之外呢，爱有实际的帮助，就是讲，咱若有遮个做遮个翻译的时阵呢，唔只会创一寡就业的机会，哦，所以呢，人唔只会愿意学客话，愿意学原住民的话啊，啊，若无。伊会讲啊，我原住民话学学的，你也要创啥？啊，无头路啦，啊，就踮厝拍网就好。哦，啊，所以呢，咱这有实质伊的一个意义伫的吼。啊，过来，第四呢，咱爱建立这个台湾语文的这个书写标准化、甲现代化的一个商台机构，吼，啊，有一个专门机构针对这个台湾语文的做一个标准化、甲现代化的工会吼。啊，过来就是伊的认证的制度，你嘛爱建立吼。啊，佫有爱奖励这个出版。哦，啊，佮用奖励用台湾语文来书写其他学科的教科书，啊，就是讲咱要有一个观念吼，母语课唔是讲干呐，迄节课较用母语来教尔，是你其他科目数学、物理、化学嘛，拢会使用你家己母语来教，作为教学的语言，哦，这是咱，啊，你要作为教学语言，你得要有相关的教科书嘛爱出来，啊，所以即咱未来要有一步吼，爱出版这教科书，啊，佮来奖励。台湾的这个文书的这个研究甲推广吼，啊，过来奖励台湾语文来创作，吼，包含文学、艺术、歌曲甲电影等等吼，啊，过来奖励这个报章、报纸杂志呢，用这个台湾语文来书写，啊，佮奖励这个电视啦、大众媒体呢，以台湾语文来制作这个节目甲这个字幕吼，基本上咱会用奖励方式来进行啊吼。啊，再来，咱爱有进行这个推行全国性的语言的普查，吼，啊，定期的讲针对咱现处时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语言，伊的人口是偌济，伊的活力是安怎？咱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时代拢无咧做，啊，为虾米？伊就是看起你，特别甲你电脑死啊，透过你做你的这个语言的普查，语言普查就是要了解讲，你这个语言活力即卖是安怎？啊，这是足重要的，哈。啊，再来就是讲。即、这个波波摩即咱嘛未来爱会读，改用罗马字就好啊。啊，波波摩即个全世界剩台湾利用，含正港的中国人嘛无利用咧。嘿咱中国即卖嘛用汉语拼音啊，咱嘛无利用波波摩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咱即个汉字的啊，即、这个汉字的比例咧，吼啊，嘛爱大大降低吼。啊，未来呢就是讲汉字即个物件，就互专门。譬如讲，你后界要研究汉字、汉学的人，你大学读汉文系、汉学系，安尼就好啊咧。无需要逐个人拢去研究汉字啊。啊，即个咱袂是讲即甲骨文同款，有人讲哦，甲骨文足重要咧。啊，你敢有需要逐个拢去学甲骨文？嘛无需要，迄个专门要做文字学研究的人才学就好啊咧。哦，啊，过来就是讲即个未来呢，你若是要修中文的人咧，啊，即中文的教材呢，伊的文言文的比例呢？嘛要规范啦，啊！咱现处时呢，各位恁知影无？高中的国文课本的文言文的比例偌济？恁知？差不多六成外，嘿，差不多六成左右，非常悬的。但是人正港的中国对岸迄边，人才偌济？才两成外尔呢，人家统计超25%的，啊！啊，台湾这假白中国人，算拢学比人比较济啊，啊，中文也无比人比较好啊啦，啊！啊，所以呢，咱未来中文的教材文言文的比例嘛要控制啊，20%以内就好啊。哦，啊，过来文言文迄嘛是就是专门专业的人去做就好啊。哦，无需要大家人拢去学文言文啊。哦，迄个专业的人去学习就好啊。啊，过来一个较重要就是讲各大学呢，即卖吼差不多逐间大学拢有中文系啦，成济啊啦。啊、哦，未来吼、哦，这中文系吼、哦，咱着欲缺不补啦。伊这书主吼，等若退休了，准读煞，着卖补啊。哦，啊，遐名个拢转来，互台湾的
文史的科系，吼、哦，就是、你若台湾语文、台湾历史的科系，吼、哦，即互你增加。啊，你若中文的吼，迄、哦、比例无需要遐尼济啊，吼、哦。啊，中文的这部分嘛，应该刷去即个外国语文学院内底，吼、哦。像越南就是安尼啊，越南因的做法就是哦，越南因有54个民族，其中有华族哦，华族算是因的民族，因的少数民族之一咯。但是呢，华语，啊、哦，比如因的中文系是囥在底，囥在外文行业内底，啊、哦，越南因就是安尼做个，啊、哦，所以这部咱会当参考越南的做法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咱未来针对台湾语文、历史、文学等等呢，咱来办一挂研习，或者军公教的人来进修，佮兼这个学习吼、哦。啊，佮有就是这个公务人员呢，照讲伊应该。啊，咱现主席吼，中国国民党伊拢是做讲，啊，恁拢若要做公务员，拢来考国文，吼、哦，考中国文就对啊。咱未来应该是根据你要去倒位服务，你要去原住民部落服务，你得爱考原住民话。啊，你若是要客客人证服务，你得爱考原考客人客客话。吼、哦，啊，你若要台语证头服务，当然你来考台语啊。应该根据你服务的所在，人通行的语言是啥，用安来考是较对，毋是讲全部拢考中文。哦，迄是无理的吼、哦，啊，所以未来我问你，应该是安尼。啊，你若用愈侪种语言，当然咱就优先啊，优先录取啊。哦，你会用四种的，哦，会用五种的，愈侪种的当然是愈好啊吼、哦。啊，再来第三项就是咱这个爱做的，就是讲针对这个大学各大学的台文系数，哦，这咱嘛爱来做一寡整顿哈。就是讲现处时呢，各大学的台文人系数啊种。台湾的相关的这些科系呢，足济吼，拢招进去啊！啊，就讲这十栋内，虽然差不多二三十间的大学拢有设，包括客家学院啦、原住民学院啦，也是讲这个台文学系数等等非常济。但是这呢，我听我甲你讲，一半以上拢假牌，拢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外行的人、外界的人可能看袂出来，想哦，啊，这拢真好啊，拢研究台湾的。但是你若内行一看，拢还拢假牌哦。啊啊，即呢，咱时间有限吼，咱就无要详细讲。就讲，迄未来咱拢爱整顿吼，就爱互伊恢复。实在上，你若做台湾研究，你就爱做台湾个，毋通挂羊头卖狗肉吼。再来第四项就是咱伫海外爱设立即个台湾语文个中心啊，台湾个 center 吼，就是推广台湾个语言甲文化。啊，人即马韩国吼、哦、真请呀，韩国话、韩国文化非常请呀。毋呐，咱台湾真济韩国电影、韩国戏出啊。哦伫越南、伫东南亚世界，个真侪咧，啊是安怎？因人足积极伫吹杀伊两国语言甲因个文化，啊，即部分咱嘛有需要来做吼、哦。啊，过去呢，民进党伫执政个时阵呢，我会记得迄当时尤秀坤讲吼，啊，要台湾成做世界华语中心啦，吼、哦，啊，各位恁想看嘛？有可能啊无？台湾敢有可能成做世界华语中心？非常困难啦。即个咱袂输讲吼。我若要摕100万，要互各位吼去学英语啦。请问你会去美国学英语，还是你会去菲律宾学英语？菲律宾嘛有把英语当作官方语言呢，还是你若去印度学英语？恁敢有人要印度学英语的？你若想要学英语，你会去对？那毋是美国，是英国嘛？同款的道理啊。你若要学法语，大多数的人拢会去对，去中国嘛。人去北京学啊，啥物人会来台湾？少数啦。啊，少数人较会来啦，啊，所以基本上，咱若要甲人抢华语的中心是无啥五万啦。咱得用台湾的语文，包括原住民、客家、甲台语，用迄才是咱的一个的重点吼。咱嘛才有法度甲人抢平吼。啊，再来第五项，就是咱这个国民师资的改造的计划吼。咱现处时的这些中小学的老师呢，基本上拢是中国党训练出来，啊，读的册拢是中国党。提供的册，啊，遐呢未来基本上拢是无适应的。譬如讲，伊对台湾历史无了解，对台湾语无了解啊。啊，这呢，这部分咱未来呢，对对着这师资，拢要重新改造，吼、哦。啊，当然，咱嘛袂讲全部拢甲 fire 掉，袂全部甲抬头啦，吼、哦。就是讲，咱会予伊一个期间，吼、哦。譬如讲，三档五档，你爱过去重新进修，针对台湾历史、台湾语文、台湾地理等等，台湾文化，你进修，爱取得认证。哦，啊，你若伫这段期间内底，啊，你遮拢无通过，安尼，你来包好啊款款的，当去食家己啊，啊，
啊，这是本来就是安尼啊嘛，哦，你袂当适应着咱未来新的教育体制的时阵，当你来包括款款的咧，哦，啊，这是咱爱做的，啊，这就是进行，哦，啊变啊咧，伫执政的时阵吼，对着这些公共教育拢唔敢甲动啦，哦，啊，所以尾啊伊就家己就财产，哦，啊，过来，啊，第六项吼，就是这个实施十二年的国民教育甲大学免费的这个教育，吼，这是咱未来爱实施，啊，过来。幼儿的学前的义务教育吼，幼儿园的部分，咱嘛纳入这个义务教育内底吼。啊，过来呢，第八项啊，提升高等教育品质啊，就讲大学这部分呢，包括研究所这部分呢，啊，要咱提升伊的这个教育品质，这是咱未来爱做的吼。啊，其中包括着有一挂学校吼，延续过去中国的名称，譬如讲清华大学，这未来拢要改名，中国嘛有清华大学呢，吼啊两个清华大学，你到底是对一个？做一边的清华大学，所以像这种吼、哦、名称，即个假牌名称吼、哦，即拢改名啦。啊，像这种吼，即未来拢会改名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咱第九项爱推动即个国际学术交流吼、哦。未来呢，咱即、這个伫国际上呢，啊，咱推动即个台湾研究国际化的物件吼，就是台湾 study 呢这部分嘛需要。啊，譬如讲像咱拄仔讲的韩国咧，因就足积极个呢。譬如讲因伫越南呢。伊嘛赞助因个大学，啊，设立迄个韩国语文学系，啊，咧推动即个韩国学个即个研究啊，啊，即未来咱台湾嘛有需要哈，就讲台湾 study 这部分呢，那么需要来推动哈。啊，过来第十项是限制即个中国学历，啊，甲伊即个学术个交流哈，啊，即卖即个马英九一个起来了，着规个规个拢亲中吼，包括教育嘛是同款个，譬如讲伊选举前讲吼。真正第一面是选举人讲绝对袂承认中国学历，啊，结果尾啊咧，后来就承认啊。即摆阮校嘛一大堆中国学生来啊咧。我迄工伫路呢拄，行路拄着两个拄来派行李来的中国学生，嘛甲我问路呢。啊，本来想要甲报唔对个，不过想啊算了啦。哦，啊，这样就讲，你若是正经的学术交流，这咱是无反对啦。但是足济话吼，其实咱时间是真有限，无我都详细讲伊个副作用的问题，就是讲。当中国迄侵华了飞弹，吼、哦，无提掉，啊，过来伊无放弃武力反台状况之下，迄个学术交流一半以上拢假啦，阮伫校内底嘛拢知啦，足侪拢是政治的交流啦，无影是学术交流啦，啊、哦，所以要真正完全的学术交流，就是迄有前提，就是讲，当台湾甲中国，吼、哦，啊，大家都和平往来，和平的往来，吼、哦，啊，你中国嘛承认台湾，吼、哦。安尼状况之下，才有可能正常的交往。啊，若无吼，迄拢是政治统战尔啦。啊，所以这部分咱未来嘛是爱一寡限制吼。啊，最后就是这个推广教育甲终身的学习吼，这嘛是爱做哈。啊，佮维护着身心障碍甲发展迟缓者的这个受教育权哈，也就是讲一寡残障人士啊，目睭无看，耳根无听到，也是安怎啊？也是讲身心发展较慢的这些人。即阵嘛爱特别哦，甲照顾吼、哦。啊，最后就是针对新移民的教育的机会吼、哦，因为咱即卖真侪位东南亚来即个新移民呢，基本上呢，因为因来的大多数拢是经济关系，经济较歹，啊，所以足侪拢是啊中小学毕业尔。像这样呢，咱未来嘛是爱给伊有机会来去补一个基本的，譬如讲，咱补到高中，甚至伊要读大学，嘛拢会当去补吼。哦等有一挂教育机会，咱嘛要予伊吼，所以这嘛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吼。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吼，啊，以上呢，我就先针对这个教育部分吼，先列到这吼。啊，若有啥问题，咱私下嘛，咱过来做一挂讨论吼。啊，无我这节课就先讲到这，感谢大家，多谢。起立，起立。请请